队总决赛，角逐出战队冠军学员，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比赛之前，李克勤战队和李荣浩战队分别在彩排舞台做了哪些调整吧。听说你曾经提起我，原来已很久没联络，想起你心跳。啊？我看你老动，是不是怎么了？你是不？就刚可能没戴好。没有，你是入耳的嘛？你不要想把你塞得越紧，听着越难受。其实你松一点，能听到一点点外面的，反而会舒服一点。别的没有问题是吧？没有了。没有。我觉得乐队老师可以大，就是我的那个乐队老师里面那个声音可以大一点。好，我跟他说。谢谢老师。鼓掌的都这边唱挺好，非常完美，非常完美。我们再数一遍吧。好，再来一遍哈，再随便伴奏呗。刚才这一下就是前面没那么好，是因为感情太饱满。对，因为你。就得刚好在一个点上，他在现场的魅力就会很大，但是就一开始就是投入特别多感情的话，可能会有点狂。好，最后的我觉得还是要在控制中有那个情感唱会比较好。我觉得前面那一面很完美，非常好。对，再来一次。好。不要驼背，对，然后唱了一半，这也行，但没事的，你别翻，这能想一想，想不起来就拉倒，然后不要做这个动作。对，其实你唱的没有问题，但如果你一动这个，大家就以为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听不见。对，这反正就演的时候你听不见也别做这个动作，会有人呢觉得完了他失误了，其实你没有失误。好。然后还有你上次自己把衣服整一整，裤子太皱了。好，就这样啊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反正就张嘴，不张嘴，就是反正你的范儿，你可以是任何范儿，你知道吧？就你可以有无限的范儿，但是你必须要张嘴，啊，好吧，来，我不会再哭泣，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永远的爱着，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。老师，那个永远守护我的那个。高上去那一块。我这边听没有什么问题，你觉得是哪里有问题？就是因为乐器停了嘛，然后会觉得我高得很突兀。不会，因为外面老师在帮你调。我们外面听跟你耳机不是一个，不是同一个东西，是天差地别的。外面听着很舒服。嘴巴挺开的，然后下巴不要一直，因为你只要下巴一撑上来就没有嘴型，你嘴巴得是松的，你不能一唱歌有高音的时候，你其实你自己看你的那个镜，你会有一个习惯动作，就是你一动下巴，你嘴巴就闭上了，对，所以就是可能是你一个演唱习惯导致你没有唇齿。你下巴一顶上就会立刻就没有唇齿了，就听不清楚。好了，好，注意点自己的下巴，再来一次。这边也挺好，然后就是如果不是高音的就不要躲话筒。那个高音感觉没有上去，没有，你高音可以躲一点话筒，但是如果不是高音就别躲，因为有些太低了，你再躲就没有了。你看，
就没有了。其实你唱，但是你躲就你看就没有了嘛。对对，我们再做一次好吧。对，唱之前可以再多练几遍，然后还是一个你练习的时候还有一个下巴那个问题。我刚才在监视器里看，我第一次那么近看的，你大部分时候你一到高音你就把下巴顶上了，在抬头了。就你比如锅，我们锅都是锅，你呼呼，你老喜欢把下巴顶着唱歌，所以你唱什么歌都是一个发音，就会给人家觉得你没有唇齿。你会觉得我已经很有唇齿了，为什么没有？就是因为你下巴老是往前顶，嗯，呜。呜，你就我就我就好，你不要呜，对，你不要下巴顶上。好，就是你练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可以可以，张嘴了，张嘴了，怎么没有？你昨天张的更开了。对，你是找到感觉了吗？多练了，对，你张嘴以后，你的人状态也变得比较松弛了。你怎么都得用劲儿，你让嘴巴用劲儿呢，你身上就能轻快点。就如果你不张嘴，反正就人感觉很紧。所以你刚才，我觉得这边很松弛，很好，保持住，保持住啊。好的，好的，老师。然后我们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。不安的安可以再张开一点，就比较好唱，要不然你就会不安，你不确定是爱还是安，我你不安，这样就比较上，容易上，要不然你会很憋。再来一遍。好，他一开始那个哆哆，就像那个哆哆，那两下要发出来，要不然听不清楚，只能听到那个转转。好，来。思绪准备操作，这一日加汹涌。这边，你看金老师又鼓掌，你又没听见。在上面，就是你整个一切的呼吸啊，什么用气啊，张嘴全是顺畅。全对了。对，全对了。就你如果在一个地方卡住了，对你走路，你觉得你正常走没事，你少两根脚趾也能走，但你就走的时候会不太对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叫什么唱歌的方式，唇齿一定得张嘴。啊，还是张嘴。上来之前，告诉你自己要张嘴。就你张开嘴会有唇齿，就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感觉比以前唱的要轻松，对吧？你可算开窍了，我天！你到最后那个安唱的好，对，是特别。反正就是你晚上唱的时候，你得提醒，因为你是在改自己的习惯，就跟左撇子要改右手似的，是特别难受。但你一旦改过来，是很了不起的，因为。你自己慢慢去体会，当你张开嘴之后，你会慢慢觉得唱歌越来越轻松，而且会更加的投入，因为你不憋了嘛。你说，就哪怕你是喊，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件事，但你憋是很难受的一件事。对，我希望你唱歌能越来越顺畅，好吧？行，晚上好好唱啊。这样未免太不自爱。最后那一下，那你自己考虑，你要不要那个？所以，对，因为到了我刚听还有点儿。对，反正那样会轻，但是我明白你那样情绪会更顺。对，就我停一下，可能后边又更糟糕。啊，明白。那好吧，那你别停了，你根据你的情绪来吧，想听什么再顺顺。好，来，再来一次。本来就各自活着病着，没有要相互疗愈什么。
点那个叫什么，就把自己太放出去了，还是得控制。因为比如说他那个回来以后的那个第一个 A 段，就那一下就是情绪过于饱满之后就会跑，就那一块你人还是得是那个状态，但你懂吗？你知道你那块行，但你得有一个控制。对，就是如果你全然放出去的话，你的状态会比较好，但是可能控制上会差一点。老师，最后那个 C 段？最后那个就是转过来，第一个那个间奏结束有第一个 A 段，那一下你还记得吗？明白。忽然有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就用，其实那块不需要有那么大劲，你就还正常唱就好。然后再来一次啊。这边好，这边好，这边最好。对，我觉得反正这的时候就松弛一点，然后再虽然松弛，但是还得有控制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全放出去了，会有点那个什么。然后你唱的时候，你扬着点头会更好看一些。对，然后这个会显得你更轻松一些。对，因为刚镜头一直看你的那个镜头，啊，扬点头，然后别人就没啥。最后一次这个状态特别好，我觉得就气调顺了吧，调顺了就好了，好吧，没问题。不怕你有一份钱或黄金文化，不怕你是一只蚂蚁还是个便利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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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这块就是我觉得有点闷，就把那个 open high 打开，我们就八六满的吧，咚八的咚咚八，然后那个九军哥你帮我弹八六满的就好了，就八八八八八八八，然后这边就是大法兹什么的，到最后可以让它稍满一点，因为要不然有点太淡了，对，就结束了。你的状态可以再投入一点哦，就再疯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就因为镜头里面看起来好像有点想动不敢动。对对对对，或者就是你就如果你是要走那个慵懒风呢，就你可以再慵懒一点。现在就是感觉上卡在一个点上，就感觉有点有点细，就有点我那个状态。对，你不能像我这样，我就是。但是昨天你感觉我也没有比今天稍好一些状态的话。一看我觉得用劲有点猛，第一个字儿，每句的第一个字儿都用劲有点猛，控制一下。对对对，还是得控制。对，但我知道你想把它唱好，反正你一想唱好，一用劲儿它就冒一下子。哦，音准上。对，就会往下冒一下，但别的什么都好。所以我觉得你的状态就是，你可以动，你可以想，但我觉得你眼神可以再坚定一点，因为刚才眼神稍微有点涣散。对，散了就是。啊，这就是我那状态，我习惯了，对，你不能学我。行，你还是专注一点，专注一点。我觉得你那个转的动作少一点会好一点。我发现你转就会显得很散，就不凝聚，然后手上来比较好看。好，这手就手在上面，你可以伸上来，这样反正就是高往高了好看。好，对对。就是反正那个架势得在，好吧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再来一次。好好，这边好，这边好，对，好，反正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动得越少越好。好。因为你的衣服可能镜头这样看还挺好，但你的衣服从镜头里面看那是孕妇。对，就你动了之后感觉就你别动，你休息，就那种。我觉得站住可能气质会更好一点。那咋办？对，没事没事，但你站住以后就是离远看就气势特别狠，就是那种衣服感觉很
就是镜头里面看你这个衣服有点礼服感，对，其实更加的好看，但其实现场没有镜头里面那么庞大，但你一动，对，就有点，因为它后面别了很多东西，哎，对，有点那个，然后你手伸的时候长一点，因为你手伸出来之后老这样会显得有点，就是你知道吧，就是而且这个衣服又有点肥，反正就感觉你身形有点奇怪吧，对，好吧，好，一会儿就演嘛。这最后应该唱最好。好。对，因为其实当你把注意力别那么重要放在唱的时候，你反而会唱得更好。因为这歌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难。是因为我昨天我回去听了一下，我感觉我昨天太放了，放得有点失控。哎，对，还是得控制。对，彻底放肯定会，因为我们昨天那个我们对那个谁子毅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他第几遍的时候也有点太放了。嗯。对，就但其实我们在演出时候不能那么放的话，其实可能会。造成一些控制上的问题，因为录出来音源很可怕。我听哎，没有，我没事，没一会儿回头给你发觉更可怕的。别，可不可怕？主要出现与对比。好吧，那一会儿就好好演吧。啊，就是你们就已经很 OK 了，就是基本上你看啊，你们仨人都可以演满《中国好声音》所有后期的所有的舞台，就不知道你们谁赢啊？就是赢的人肯定也得演。对，所以最后总决赛我们不还得来吗？所以就是等于除了盲选没转身那几期，其他只要你们在的时候全在，对，所以其实就不用去担心从这个播出的角度，对，或者什么，因为所有的舞台都站上了，就 OK 了，好吧？最后一遍音准有好一些，很好，最后一遍很好。Okay. 对，因为我发现你好像，你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反而会好一些。就你太把注意力放那个上面的时候，是我老想控制，然后就滋儿就滋儿。哎，对，其实你不控制的时候，你放松一点就反而比较好。因为这歌其实，就唱歌不用一直控制，这不是，就是你不用一直琢磨它，就你老琢磨它，有个别音不准也就不准了。但你越想让它准的时候，它就会越不准，真的，就像我们走路似的，你就老琢磨它，我迈左脚迈右脚，你迈三分钟你就忘了怎么走路了，你就不能琢磨。对，好吧，行，那就一会儿见吧。是。啊，加油啊！不要吃太饱啊。好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觉得比你在 studio 好太多了。唯一就是最后这进上来其实没有进了，因为其实和尚还没来，所以和尚的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，你这个后面的那句你就拖了一下，啦啦啦啦啦，就是因为你要想上是有和尚，所以不能拖，对，是第一的，所以第三句就不能拖。嗯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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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要的快乐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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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一句就可以拖，这就可以拖，就是前面那一句就不，就对了，因为他们会唱，对对对，不要拖，其他都很好，没事，就是前面我觉得你可以多一点点的。表达就是因为唯一我要挑剔的就是站在那边唱，就是没什么，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动就可以了，就是有一点点，因为不是你不是唱一个慢歌吗？对，就是唯一就是那个 OK， 现在那个感觉是非常对，后面是可以都对，全对 OK， 就稍微再外露一些前面主歌的地方，其实蛮不错了，已经我觉得就是你就是看起来就没什么，听觉就没问题了，我觉得看起来就好像。还是不够，再努力的表现一下。那个和尚老师，蛮好的，很好。这后面也需要，后面的安静的那一段也需要。啊，就是最后那个结束。对，噔噔噔噔，然后最后的一次的副歌可以再多一点。OK。对，已经很好，非常好，谢谢，感谢。还一样的，我唱高音。可以啊，非常，还需要吗？可以了，我是觉得。我可以了吗？对啊，我是觉得蛮好的，这确实状态跟昨天差太远。里面不太一样。啊，对，差太远了，这有攻击力。好。什么都没有，独自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无数的
后面忘了那个，哒，这不能忘，这不能忘。还有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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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太急了，可以慢一点，可以慢一点。还有就是你整首歌，因为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有气势的，你不能是不要这样唱，你要我是一个就很厉害，要唱那个。你要唱那个，你要选那个歌，你有这样的气势。但还有就是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动作，那个表情不要，就是尽量，尤其后前面是可以，后面的这个气势，因为这个歌就不能，你可以这样都可以，就是其实都没问题。我想要的只有前面都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顺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这位是副歌，新加的那个很好听，可以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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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顺了，现在。对，哒哒哒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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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一句不能慢了。歌词有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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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不能的话就跟他们不贴了。对 ，OK OK， 这 OK 的，没问题。对，很好。对，好，好的。不要想太多，歌词不要乱就行了。好，加油 ，OK OK， 加油，加油。好，加油 ，OK， 谢谢老师。你觉得 OK 吗？对了对了，就那个地方啊，是可以的，可以啊，可以的。你刚是没有完全开嗓的吧？嗯，对啊，对，我还在想那个地方，我还是觉得那个地方收的不是非常，那再干净一点。我还是觉得你落下来会比刚才的那个有点，好像很。好似好粗咁，系嗰度啱啱可能有短一啲啲嘅，系啊，轻微短一啲啲，系咪已经去到尽噶啦？那个转音啊嘛，那个尾啊，可以再其实你由佢少少落会靓啲嘅。其实嗰个短嗰个有啲唔够靓咯。我情愿你不过你唔使试咯。其实你可以俾佢 soft 落。嗰度会靓啲，我会觉得。后面咧入 band 之后咧，依家有啲急，轻微少少急，尽量唔好快好嘅音乐就得啦，轻微啲啲啫，其他冇嘢。主歌定系全？主系副歌开始，第二段副歌开始，主歌冇事嘅，主歌冇事，由第二段副歌开始有少少急，轻微啫。系，冇快嗰只歌。系，唔好快个音乐就得噶啦，因为好似显得你有啲唔够气啊，有少显得你唔够气，轻微啫，好少。好啦，咁我唔好再唱啦，你又记得晒歌词 ，OK 噶啦，叻。你的那个地方就，不要很 soft 的拖一个尾音，就是有，就是故意的。结束那个地方可以吗？就是你有故意的，现在听起来有点不够气。但是如果你是故意要在这个地方停的，你有那个结尾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你好，还没那个 key 啊？我们这边还没那个 key。唱不，刚刚那个等你是被吓到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是不是，我以为都忘记了，因为我唱的时候和声没跟我一起，我以为我唱错了，因为我耳朵里没有和声。你没和声吗？对，我刚刚叫他加了。哦，巨大无比的和声。比头先翻嚟少少，唔使拖得咁多前边，翻嚟少少，我觉得可以。头先我喺出边听，因为呢只歌唔同陀飞轮。可以翻，同埋個 chorus 第一句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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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嗰个可以快少少。哒哒哒哒哒哒，系嘛？哒哒哒哒，几多？副歌。想一生系啦，做快啲，唔好想一生嗰、那个，想一即早啲去嗰个位会好啲。想一生爱下去嗰个位咧，一入嚟都可以稍微重少少，而家有少少犹豫嘅个感觉。想一嗰、那个一系可以好轻，但系个想一生爱即嗰件事稍微推一推会好啲。第一句，因为乜嘢都冇，如果你太细咧，就出边听唔系咁好嘅。还会等一天八十岁，看你发短灰色的点缀，未来只有流泪，和你去拖手看世界。嗰个你哈哈哈，你直头好潇洒，即系有一个。有一個表情係俾人知道係嘅意識係結束佢，即係我係咁唱嘅。啊！即係有一個動作或者係個你係嗰度係完噶啦。嗰啲前面嗰啲你一路練會 OK 嘅，係以一日嚟講係相當好啊。别再重来，请拭目以待。细节我就不说了。那个有点措辞，那个词，比如说那个是走来，不是醒来啊。哦，是走来。哦、对，是什么走来？前面的，是那片海，不是这片海啊。那片海，这那片海，不是这片海。OK。然后呢，那个第一句的那个探路可以唱假音吗？探路，还是你觉得不太舒服？对，不太舒服。哦，算了吧，不是我。OK， 那算了吧。因为那你就轻一点，因为第一次就不要这么放。OK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个哈、那个就必须要再好一点。OK。因为只有那一句，我觉得不够好。就是拭目以待。啊要这个很稳的，你不要问啊。OK OK。啊，唱完了你再才走。我要你啊一个 pitch 很，我要很准那个 pitch。Okay. 后面的可以，你可以封一点没问题。Okay. 那个要 show 一下你的能力。OK OK, okay.。不能动。OK。只想告诉你，我可以别跟谁比，想这一。靠近，探入我的灵魂，赤脚的走出那片海，就算重来，经历过再美。等听过，我不要你唱那个听过才会，不要唱那个才，因为你要留了后面唱那个明白。经历过才会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哦，因为如果你要唱那个才会，你会后面的那个明白唱的不会 flat 的。哦，对，所以你要留了一个唱后面的那个明白。OK， 就前面那个音不要去。OK， 要唱好后面的明白，那个比前面的那个音重要。完美。OK， 谢谢。好了，丁楼，丁楼。谢谢，你要谢谢他，你要感谢他，你真的要感谢他，厉害。喂，兄弟，你的歌词。对，我没有，刚刚太兴奋了，记差了，但是我是已经会背了，没有问题。还有就是那个哈，那个 pitch 不准啊，哦，那个很重要，那个准了吗？刚刚才不准了，就是哦，拭目以待，哈 ，OK OK， 那个很重要，哈。
OK， 再来一遍。不要再来，不要再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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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OK， 我怕你把马拿着，不不不，OK。希望学员们临危不惧，都能为争夺战队冠军，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最好的自己。